你还别说哈，昨天我变成了嘟嘟飞龙皇，战斗力简直太离谱了，导致我挑战对手一点难度都没有。007，以后的药丸啊不需要那么厉害啊。嗯，我想凭借自身的力量。好好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那你快去挑战森林泰坦吧，我就不帮忙了，祝你一切顺利。喂，哎呦呦，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感觉俺老灰没这实力是吧？行，今天俺就不靠你了，看看我自己是如何挑战成功的。走了。这个007，我就是吹两句牛皮而已，他居然不给我个台阶下，我也太没面子了吧。算了算了，所谓男人说出去的话那可是一个唾沫一个钉，我今天说到就必须做到。想要挑战那森林泰坦，必须要先收集到材料。目前我还缺少最重要的森林神器，传说它在地心矿洞里面，我要赶紧过去找到它。我的天，不愧是地心矿洞，里面可真大呀，黑漆麻糊的，看起来就不像是个正经地方。啊，喂喂喂，里面有人吗？一会儿我进去，可不要扮鬼吓唬我啊！鬼来了，鬼来了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谁在吓我？哈哈哈哈哈哈，被我吓到了吧？我去，你一个小鬼在这里干什么？我还想问你来这里干什么呢？我当然是来找那个神器，然后挑战森林泰坦的呀。居然敢挑战森林泰坦，你可真是勇士！来来来，我知道神器在哪里，快跟我来！呀哈，我这是遇上了帮手。好好好。这就是神器了。哦，我去，没想到这么轻松，而且开启挑战的传送门居然就在旁边，看来我今天非常顺利呀、啊、谢谢你啊小鬼，看我今天不把那森林泰坦一把拿下。直接开启传送。哈哈哈，被我忽悠进去了吧、啊、你怕是有命进去没命出来了。哦，这就是森林泰坦竞技场了，看起来真不一般，而且森林泰坦的出现方式居然还挺好看的。可惜了，我必须要打败他，看他肩膀上的两个腐化区域，一瞅就知道是被那魔法水晶给侵蚀了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来帮你了结此生吧。炸弹，我去，我怎么被他一把抓起来了，他这要是把我摔死呀，不要啊。身上好疼啊。哟，这不是灰小子吗？怎么回来了？难不成你已经打败森林泰坦了？啊呸，你不要嘲笑我了，刚才那是大意了，看我这次不把他秒掉。森林泰坦，我又回来了。啊，放开我，放开我。嘿，我这暴脾气还就不信了，森林泰坦啊，森林泰坦，哇啊，森林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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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灰小子，你都死了800回了，还是不要坚持了，赶紧用我的药丸进化去打败他吧。而我不服，但我好像真的打不过他呀。算了算了，今天没面子那就没面子吧，我必须要干掉那家伙。进化药丸开始进化。旋风机甲，狂风来袭！我现在化身超大号机甲，手持两把旋风利刃，可以切断一切物体，一招一式之间就能让敌人骨肉分离。哼，森林泰坦，今天我就跟你拼了！还是同样的招式，但是对我已经不起作用了。哼。
看我的旋风斩。怎么样，我现在化身伐木工，比光头强还会砍树，对付你那还不是小意思啊，看我不将你砍成八大段。不砍不砍我再砍。别砍了别砍了，我认输还不行吗？居然还摆出这样的姿势，怕了吧？可惜晚了，我只有打败你们三大泰坦才能见到城主，所以啊，今天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你的，受死吧。真是过瘾呀，森林泰坦终于被我打败了，只剩下那最后一个沙漠泰坦了，小伙伴们为我加油，咱们下期将他拿下，拜拜。